我们现在拜访一个露宿的人，睡在公园的人，看看这个家人他们在。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，爸比。我是一个新闻记者，我来采访一个住在外面公园的人了。Hello， 我全有人在吗？可以帮我开吗？我想要访问你们住在这边的心得是什么？帮我开一下好吗？打开哪里 ？Hello， 请问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边呢？两个人。你们平常都睡在这边吗？对呀。哦，睡在这边会不会冷呢？不会。这边很温暖，这就是你们的家吗？对。OK， 那你们平常吃东西要上厕所怎么办？哦，上厕所在那里呀。哪里？哦，那边有一个外面的公共厕所，对吗？对呀。那你们吃东西怎么办呢？是买回来吃还是在这边煮啊？在这边拿东西，糖果吃。OK， 那平常睡觉的话就怎么睡呢？这样躺着睡呀。是吗？下雨了怎么办？睡觉。这个会防水吗？会呀。拿回来上面就冻。OK， 那你们在那边住多久了？大概100年了吧。嗯，是吗？那你们还喜欢住吗？觉得很开心吗？很开心。那晚上会不会有大野狼呢？没有啊。那你们会不会害怕？不会。OK， 好吧，谢谢你们哦。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那你们继续睡觉咯。好。